刚刚不小心摔倒了。怀孕了，容易走神。近视度数太高，报错了。世界变得清晰明亮了。这样的姿势比较亲密。花花要给最爱的妈妈。这样站位才对吗？早上起晚了，忘记梳头了。腰不酸，腿不抖了。我儿子真可爱。第一次拍全家福，有点害羞。年纪大了，忘记扣了。